因为现场太多事情，好多是我照顾不到的，他都会亲自上去帮我主动的去分担一些事情。走吧，走不出去的，相信我。展翔啊，几个位置有点急而已，其他都很好，没压力的，没压力。星期五晚八点，湖南卫视陌陌 APP 幻乐之城。